有，就不给你。哎，我答应你玩，开门呢。喂喂喂喂，我是大剑，我是大剑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哥哥，听得非常清楚。快告诉我吃的东西在哪儿，快让我吃吧。你就老想着吃。哥哥，怎么会听到你的声音呢？因为声音震动了空气，而空气的震动呢，又沿着线传了过来嘛。空气的震动？嗯，也就是声波。你看，石头投到水里，不是有波纹吗？一样的，声音通过空气的震动产生了声波。哥哥知道的可真多啊！这是我刚学到的。那电话是什么原理呢？我还不知道呢，问一下咪姆吧。你们好啊，我是亚历山大·格雷姆·贝尔的咪姆。亚历山大·格雷姆·贝尔？对，电话就是贝尔发明的，今天我就来说说吧。 Go！来自远方的声音，这是贝尔最初发明的电话。这幅画像就是亚历山大·格雷姆·贝尔，他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城。啊 A E O U。贝尔的爷爷是著名的喜剧演员。哦，贝尔是不是也想当演员呢？哦，啊，呜，哦。你练习发音是为了将来能当演员吗？不是，不是的，我在做爸爸的事业，练习正确的发音方法。啊，是这样，我说你不是当演员的料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坏东西！哦，爸爸，你回来了。哦，我回来了。贝尔的父亲在为那些聋子、哑巴研究一种新的语言，只要看到说话人的口型，就能理解他说的意思。不久我要去伦敦工作了，希望你早日长大成人，当我的助手。哦，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在练习正确的发音方法。好，就看你了。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，贝尔一家来到了伦敦。贝尔才19岁，但已经十分成熟，能出色地担任父亲的助手了。他在做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演奏好听的曲子呢？喂，你究竟在干什么呀？我想制造声音。声音？那不用弹钢琴，就让我来唱给你听吧。你想听什么声音啊？好了好了。啊？什么？要造一个母音。母音？啊呦喂哦，是吗？嗯，母音是由各种强弱不同的单纯的音而组成的。所以
把各种不同强度的音适当的混合起来，就能制造出母音来。哎，一个有趣的发现，说不定啊，还是一个新发现呢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好极了，真棒！新发现，新发现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向老师汇报去。老师，新发现。19岁的青年亚历山大·格兰贝尔，你在科学上的巨大发现，特此给予表彰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没精打采的？哎，德国学者海尔姆·霍尔兹已经发表这种观点了。什么？哎，的确令人失望。新发现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呀。哎，虽然它不是新发现，但是这种想法没有错。嗯，学好他写的书，也能制造出声音来。是啊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想读书是件好事儿，可这是本德语书呀。哦，请查一查。好。再给我查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哎，是哪个？啊，好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可倒霉了。贝尔每天不停地叫我查字典。哎，再查一个。哎，困死了，你也查几个嘛？你还是再查一个嘛。一会儿吧，我想快点读完，没有多少了。真顽固。好极了，终于读完了。读了怎么样啊？懂了没有？我一点儿也不懂。连书都没看懂，干嘛还这么轻松啊？嗯，多亏那本书，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是和这个怪东西有关系？是的，这是音叉。音叉？做体操的工具吗？一二，一二，哟，声音真好听。哎呀，这是怎么搞的？快停住！是太可怕了，怎么搞的？敲也没敲，怎么会传到这边来了？引起共鸣嘛。共鸣？是啊，音叉两边振幅相同，敲了其中一边，另一边也会一起响起来。海尔姆·霍尔兹就是利用电磁铁使音叉制造出母音。从这儿我想到，是不是也可以利用电信方法使远方的音叉发出声音来呢？啊，对呀。而且利用音叉共鸣使它像音乐一样传送各种不同强度的声音，这儿演奏音乐，其他地方也能听到，这该多好啊。它叫音乐电信。懂德语，他暂时不得不放弃了对母音的研究，但是他对音乐电信的研究不久将导致电话的发明呢。贝尔一边当父亲的助手，一边认真地研究，可是贝尔由于劳累过度，最后病倒了。
父母为了儿子决心离开居住已久的英国。全家来到了加拿大昂达里奥，由于空气新鲜，贝尔的病完全好了，他成了大学教师，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出色的成果。就在这时，您好，贝尔先生。这个人叫托马斯·桑达斯，是美国波士顿近郊的企业家。在塞勒姆城里，许许多多的孩子跟我儿子一样，是聋子或者哑巴，盼望您能够搬到我们那儿去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得辞掉大学的工作。再说，我现在还有别的研究工作。我准备在家里给先生搞一个研究室，为孩子们着想，希望先生贡献自己的力量吧。可是，恳求您。打算怎么办？我想还是去吧。太好了。这是您的研究室，需要什么东西，请尽管吩咐，立刻给您送来。幸运的是，贝尔有了宽大的研究室，而且研究的时间充裕了。第二件幸运的事情是，请进来，先生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哈巴德先生的女儿梅贝尔。哦啊！初次见面，我叫梅贝尔。哦。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哦啊！这位姑娘也是因为小时候得了猩红热，所以耳朵聋了。务必请您多多关照。请原谅。嗯，贝尔画出各种不同的声波，是耳聋的孩子一看就能明白声音是一种什么东西。你们瞧，波纹细的地方声音就高，波纹粗的地方声音就低。哎，对呀，假如制造出一种跟着波形一样的振动电流，再输送到电磁铁上，使振动板产生振动，发出声音，这样不就能用电来传送声音了吗？同学们，课就上到这儿。从那时起，贝尔开始对电话着迷了。声音能传送了。当时有个名叫拉伊斯的人也在研究电话，他用木头做了一个耳朵模型，在上面挖一个洞，贴一层猪肠子的薄膜做振动板，在薄膜的反面连上一根白金丝，再把它的一头接上弹簧，最后连上电池，这样向薄膜发出声音时，薄膜会发出振动，电流一会儿断一会儿通。这是电话受话器，由于电磁铁的作用，金属丝会发出震动。不过这太不像人的声音了。拉伊斯后来又一再改装了以前做的电话机，但是声音仍然听不清楚。桑达斯先生，我想出造电话的方法了，从今天起我决定造电话机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那样兴奋？我找到了用电传送声音的方法，只要把声波变为电流。先生，这可不行，您做事情不能够这样三心二意。这次我请瓦德逊先生来做您的助手，就是为了请您研究关于调音电信这件事情。瓦德逊，这位就是贝尔先生。先生，拜托您了，希望您能够尽早完成调音电信的研究。哦，好。调音电信就是利用贝尔的音乐电信机的设想。桑达斯感到，如果能造出这种东西，就能赚很多钱，所以他才拿出一大笔研究费，还把瓦德逊叫来当助手。桑达斯不愧是一个企业家呀。好热呀。
贝尔和瓦德逊今天要进行调音电信试验。准备好了，老师。好嘞。贝尔尽管试验调音电信，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掉电话。哎，这天气真热。瓦德逊，再检查一下受话器。是。第一台好了，接着第二台。好了，先生，第三台没反应，引线粘住了吧？瓦德逊，把引线拉开。是，请等一下。哎，真太不顺利了。哎，哎，奇怪，真没办法。嗯，这声音是什么？瓦德逊，刚才你干了什么？我只是……瓦德逊，我并不是对你生气，刚才我听到一种复杂的声音。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感应电流。感应电流很难理解，我来解释一下吧。两块磁铁一会儿靠近线圈，一会儿分开，这就产生了电，形成电流。这种电流就叫感应电流。贝尔的装置上面，振动板和弹簧合在一起了，引线也就成了磁铁。当瓦德逊拉开这根引线的时候，由于起磁铁作用的引线离开了一下，这样就产生了感应电流。瓦德逊，谢谢你，这个发现多亏了你呀。利用这种感应电流，人的复杂声音就可以传送出去了。是啊，由于这个发现，贝尔的脑海里出现了电话机设计图。拉伊斯的电话机跟过去的电报原理一样，是用接通或切断电流的方法。这种方法能传送声音的高低，却不能传送声音的强弱。人的声音比较复杂，它的强弱变化十分细微，要传送这种声音就利用连续不断的电流。贝尔发现了这个问题。这样做可以造出电话传送人的声音。干吧，先生。你跟我合作吗？当然了。振动板的振动产生了电流，把声音送到受话器。这是第一台电话机，这是改良后的电话机。和过去的电话机不同，它把振动板上的针插进液体里，这样声音的强弱变为电流的强弱，可以比过去更细微地传送出去了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静一静，静一静。不好了，瓦德逊，快来呀，出事了！不好了，瓦德逊，快来呀，出事了！听到了，先生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先生！啊，瓦德逊，你怎么了？快上来呀！我听到了，清楚地听到您的声音了。听到什么了？这是巨大的成功啊，瓦德逊！是啊，小心！快跳，瓦德逊！先生，我听到了。五年后，贝尔才申请了专利权。贝尔的专利很多，我现在要说的是他第一次取得电话专利的故事。贝尔申请专利以后，过了两个小时，又有人来申请同样的电话专利权，他叫埃莱伊尼亚·格莱，
仅仅由于晚了两个小时，他没能成为电话发明者。他发明的电话和贝尔的电话相比也毫不逊色，真令人同情。贝尔终于得到了这位心爱的姑娘，她是哈巴德的女儿。接着是另一次婚礼，不过这里指的是电话。贝尔买下了爱迪生的碳晶送话器专利权，跟自己制造的受话器结成一对儿，留给人们。贝尔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，其中包括为那些不幸的孩子所做的试验。他们俩是哈伦·克拉和萨里巴。先生，海伦说他明白这个瀑布有多大，因为地面的震动传到他身上了。海伦，我早就想把你带到这里来看看。你能感觉到瀑布的大小，我很高兴。发明电话当然很了不起，不过他为了耳聋的孩子们不倦地从事研究，可真叫人感动啊！我也这么想。能不能给耳聋的造一种能听见声音的电话？不久前听爸爸说，有一种电话可以把声音通过人的骨头传送到大脑。是吗？如果让贝尔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高兴吧？是啊。